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，截至上個月，投資推廣署已經協助58個家族辦公室在香港成立或者擴展業務，仍然有超過100間將會成立。陳茂波發表網誌說，今個星期將會舉辦金融城市周，包括推動家族辦公室落戶的預擲香港高峰論壇。他引述投資推廣署研究顯示，截至去年年底，有大約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營運，其中近900間財富水平超過1億美元，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對家族辦公室在內的財富管理業務有相當大的吸引力。